创建门派名称啊，史家军门派介绍，一群无耻的人，打不死的小强。喂，我先去创一个工会啊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加入工会的就可以来加。我先回去创一个工会。啊，我是客家人啊。客家人就是直接记忆在兰州，啊，点出来就直接在兰州啦。我现在创个门派好不好？欸，我可以带你们打副本欸。哇，好钝，好钝，好钝！门派，创建门派，靠腰。学习领导力哦，学习嘞。名称啊，史家军。门派介绍，一群无耻的人，打不死的小强。我们有门派了，史家军，好不好？门派设定，升级，升级到了两等啦！啊，我已经创工会了，那个门派啊，门派是史家军，我可以陪你们打副本啊，我应该是够打啦。可以陪你们打副本啊，如果你们还要拿装备的话，我是没有缺装备啦。啊，我也是每天这样子挂着挂着啊，我刚不小心死了一次啊，原本要升级了，原本80几%了，死一次喷了70000多，要死我的！可以啊，现在有内建自动啊，所以我都会挂着啊，我都挂着而已啊。找不到门派加入吗？免费带你打副本拿装备，自己申请。我在打欧光剑影，我现在收人，我之后带你们打副本。机电，干你乃朱正义，我们我要转身了，我转身完之后就可以陪你们打很多副本了。靠腰，这边有人啊！我强点会被骂。快走啊！这边有人啊，你去前面一点点啊！啊，这边也有人啊，啊，这边也有人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那我来这里总可以了吧？这里的怪超硬的，这里的怪很喷水钱，可是我快七十了，我先不去那个少林寺，少林寺一直挡，我要去烧人喽！客家回城法，7月26日玩到现在，真的哦，鬼你几等啊？你们都有门派了吗？
你刚退模，明天才能加入。好啊，那我明天再收你。你先传悄悄，你先传那个啊，传输给我啊。第一，我之后陪你们打副本啊。装备可以给你们抽啊，没差、啊，我没差、啊。人派邀请。哎，你刚玩吗？有问题可以问我。好不好？我到时候骗人哈，我这些东西直接拿出来抽啦，好不好？你看，防具宝箱神话，防具宝箱传说，哇，这个直接送你们啊，可以嘞，可以嘞，可以嘞。暗器哦，体质啊，这个送他啦。是体质的啦。哦，这 P 啊，看这 PVP 没用啊 ，PVP 他们哪没用啊？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是加防御的、啊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加防御的、啊。这个属性抵抗 OK 啊，啊送啦送啦，直接送啦，好不好？新手就是需要帮助啦，没帮助啦。回载啊，你要回载是不是？给你回斩。扣了八扣了，威武带，费十扣，对了，费十扣了，兽皮靴。我炸。我直接拿来送人，其他人拿来送人，送起来，送你，紫色哦，这也太屌了吧！穿泳装哎、欸，牛逼！哇，穿泳装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好，今天先关了。